第零八，他说一双曲线的两个交点，哈，M1，这是等于负二号跟二，负二号是等于八跟二，其中一个间隙线的斜率，哈 ，M1的话呢是等于四分之三的，好，是求呢双曲线呢它的方程式啊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哈，这个。 这个什么呢？那一条间隙线的斜率是四分之三嘛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就知道哈，这一条直线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，写成哈，这是 y 等于呢四分之三 x 哈 ，r 加上那个 v 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的话我就可以写成呢是像这样子，三 x 哈。 等于四 y 哈，这个叫 k 一好了，叫 k 一好，三 x 等于四 y 加上 k 一啊，反正 k 一哈，这等于零啊，这是其中一条间隙线，对吧？另外一条的话呢，那这个哈，这个我就可以呢，这个就是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这个 a 嘛，因为我们知道呢，这个。 这个中心点哈、啊，中心点在哪里？中心点在两个相加除以二，六，这是三呐、啊、哈，二，三二的话，这三二的话这样好了啦，那我就假设哈、啊，那个方程式是这个，那因为它的焦点在这个方向嘛、啊，焦点的话是。 2嘛 ，y 方向都是2啊，一个是负二哈，负二跟2 m 1哈是负二跟2，那 m 2的话是多少？是8跟那个2 m 2哈8跟2，那中心点是这个嘛，所以呢这个什么哈，这个双曲线我可以写哈，写成这个样子。 写成 a 平方，分多少呢 ？x 哈，减3的平方嘛，减掉 b 平方，分之多少 ？y 减2的平方，等于多少？等于1啊。那两条间隙线就是这等于0嘛？那两条间隙啊，两条间隙就是 a 分之 x 哈，减3哈，减掉 b 分之 y 减2等于0。 这是一条了，那另外一条的话呢？另外一条这个是啥？是那个 a 分之 x 哈减3， 它加上呢 b 分之多少呢 ？y 减2等于0啊。好，那你看哦，其中有一条的话是 v x 减掉 a y 这种的嘛，另外一个是 v x 加 a y 所以另外一条是什么？另外一条一定是 3x 嘛 ，bx 减 ay 嘛，加 ay 啊，加 4y 加 k 2等于0嘛，一定是这个样子的，对吧？好，所以我都知道的话呢，这个 b 哈，我是可以把它写吧，那这个你就可以把它写啊，这个就可以把它想成什么呢？现在 c 的话是这样的哈。 你看，首先这个 c 等于多少 ？c 的话，这一段多少？这一起32嘛，哈 ，c 段这样已经5了嘛，然后你就知道呢 ，a 平方哈，加 b 平方的话呢是等于25嘛，然后你又知道什么？你又知道 b 比 a 嘛 ，b 比 a 是3比5了。 b 比 a 嘛，哈是3比5嘛，对吧 ？v x 减掉 a y 嘛 ，v x 减掉 a y 嘛 ，v 比 a 是3比5的。好，那刚好是25啊，所以你就知道啊 ，v 等于3嘛 ，a 等于5啊，对不对？这样的，没问题吧？那所以就得到了 ，v 等于3 a 等于5，对不对？好。 所以就得到呢
啊 ，v 等于 a 等于5的平方嘛 ，x 减3平方减掉，它 b 3嘛， 3的平方 ，y 减2平方等于1啊，这样有问题？没问题吧？好、哦，回去的话呢，那题目要做啊、哦。好，没问题的话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呢这个。那奇怪啊，这个怎么不太一样呢？25C， 对呀、啊，我没有。哎，这个3:5。这3:4啊，3:4啊，啊3:4嘛 ，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5嘛，哎等5的平方25啦，所以 a 是等于 4，b 等于3啦 ，a 等于 4，b 等于3啦，对吧？所以应该是4，对吧？这是 c 嘛，这 c 平方嘛，哇这 b 嘛，啊这是 a 嘛 ，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嘛，刚刚好。是不是？所以就是说呢，是16分之 x 减3的平方嘛，减9分之 y 减2的平方，就等于1了，好、哦。